这是什么门呢？这是南门，磨山南门。南门是吧？南门都拦起来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进呢？我们看一下。往这儿下。这拦着了，这。进不去，门关了。这门不通啊，那应该也关了吧。死门不通，是不是好像是关了啊？关了，肯定关了。疫情防控关掉了。进不去，这门也封了，进不去啊。以磨山景区综合厅陈述，2月28日开始进行封闭管理，前面右转就是北二门，磨山可以从这个北二门进。哎，我们刚才来到磨山转一转，刚才走到那个南大门，都封闭了，他那边维修的。这是北二门。哎，转到了北二门。